26，人生明达之道，勿于挫折迭起之间。凡事之节者，必于亲身所立之验也。无实之文，文而无实，故身之所立，亲见本来，得以明达之理。在人生的道路上，我们怎样才能明白一件事物的真理，或体悟自我境界的真谛呢？这当中主要的一点，不单是听来的，也不单是看来的，而除看和听之外，必须善于在无数次的失败当中去寻找经验和教训，经过实践的印证和对失败的内心检讨，然后才能对一切事物有内见性的了解，才能得到真理。因此说，必须要亲身经历，自己才能有所体验。如果只是道听途说，而没有亲自去实践，那么所得到的并不是事物的本质。所以，只有我们亲身经历、亲眼所见、亲自实践所得来的经验，才是明达之道理，才是真理。